你帮 Michael 嘅圣诞树系咪好靓呢？今个圣诞 Cinnamoro 肉桂狗将欧洲美食带到新港城中心，同大家体验与别不同嘅圣诞美食之旅。大家可以同 Espresso 同埋 Mocha 品尝瑞士芝士火锅。去到德国，大家仲可以同 Cappuccino 一齐畅饮巨型啤酒啊！中意 high tea 嘅朋友，记住要同 Cinnamoro 喺 London 呢一度优雅咁享用传统英式下午茶啊！去到最后一站瑞典，佢哋准备咗香喷喷嘅姜饼屋，充满圣诞气氛啊！Cinnamoro 仲特别准备咗一个可爱嘅舞蹈，同大家揭开圣诞舞动派对。玉桂狗将会在圣诞节期间现身同大家见面，想同佢一起跳舞，记住圣诞节正日嚟新港城同佢影相啦！